So my previous video had Fang Zhu talk about how 9.9 KOs out of 10 were bad in solo queue. Today we've got that top 1% KO, Xiao Chao Meng, showcasing what this champion is capable of. Hope you enjoy, guys. 打俄洛伊啊，锤石啊，俄洛伊，有没有掘墓啊？来把掘墓吧，没有掘墓啊。 剑魔万豪诺手魁獐提天使，要不来把天使吧，双无敌组合，好像还不错。感觉是可以的，耍一把吧。我的完美必会令人站立。你怎么没有警官皮肤啊？那你碰到魁獐提怎么办呀？啊，连警官皮肤都没有。 正义的荣耀啊，兄弟，那不是免费送的吗？那你这碰到魁獐提估计有点难打啊。啊，哦，你也会玩魁獐提是吧？哦，那没事了。那 OK， 那 OK 啊。 加油加油加！生死局了，对面好像还是个小带黄金一的，哇！最后一把给我安排这种东西是吧？啊，不想让我赢啊！我们家这边老狮子狗，对面是个螳螂，这把如果打到16级还有彩蛋的。折磨生出苦难，又不加剧。凡间这无穷的循环，将由我。这把解说一下兵线的处理。 其实上路也没有太多的兵线处理，就是什么回推线、卡线之类的，没有太多的这个东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彩蛋取消的，有彩蛋，我前段时间还看了呢，它加回来了。能打到16级的话，刚好能打到16级的话，可以刚好看一下，不强求，好吧？ 怎么打俄洛伊啊？狠狠的抽打他啊！不要吃他的E就好了，什么英雄都一样的。其余一切都是假的。5块钱啊！眼疾手快的我。全军出击！铁男人随便打也就一般，那俄洛伊会出水银的，一般。好打掘墓好打，掘墓打那个就比较好躲 E， 因为他那个小狗会帮他挡 E， 不然说正常都比较好打。俄洛伊应该是一个比较会玩的，因为不然他黄金排不到钻石。我来看看他的手法，对面这个螳螂是放红了，那应该他可能是我们家红开的。 所以我这波不推线，应该在草里都 Q。带着骸骨 ，OK。为了寻得恩典，我不能堕落。 打断自己平 A 了，让我小心我们家红。这边穿一下。我不惧怕生活，我必须以身为心。走位躲下他的第二个砸下来的就好。这波在 W 送他回家了。没事。 A 闪开，他这波 W 我必死的，我 Q 挂住减速，这种节奏，带个点火，不知道他怎么活，直接率先拿下一血，逼他要碰个孩子，买了个鞋子，好说。没错。你将功亏一篑。还没消耗，没穿到。 Has been slain. 现在，拉我的回音。不拉。往上面走。这就是命，一切都是那家卡布洛斯。我操，这波被拉回好痛啊！我要用了，因为我还不想回家。 我也回不了。文罗伊这个英雄推荐贼快的，你一回家推太多东西了。一般就是他这个就推荐，然后塔下 E 你，你被 E 到了就得掉200血左右，特别的伤了。不能够了，他回家了嘛。 打野也死了，不着急，不着急走，多打点钱。我升6级他就不太好E我了，毕竟我是个长手的，慢慢磨他。最后1分钟，想要主播的超大芥末皮肤的可以1毛钱上一下超木的电视啊，中了发文的猪宝就可以了。感谢兄弟们卡到牌子啊，有超大虎粮记得狠狠的塞一下，好吧？感谢兄弟们的虎粮，真回家了。什么玩法？主币留的。 不过他这个推完兵线回家确实也可以。这波可以被他 E， 因为他一开打不敢打我6级。豆哥你背一下，续一下致命节奏，3Q 减速，有个面子，再来个 AE。我当净化此地。 拿到小助手 A 掉，你 double 兵我就穿兵打了，追上一个 E，Q 减速，然后追上一个 E， 他补到 A 一下，助手 A 掉，再 A 一下，不该被他链子抽到。 他也6级了，哎，很蠢，很蠢，我们老是被他 Q 到，他们 Q 一下，左边有个链子，再 E 他 ，E 不到，不走这波把他越了，我要跟他1换1，换经济是不亏的。 的喧嚣之上，他不走，我追寻着荣光飞翔。double 先奶自己的，骸骨也没好，这波进去看能不能杀完他，能不能走。先扭个 Q， 快点，一压直接，哎，哎，我想走，你知道吧？ 我想杀完他的同时，我还能走，结果他吸了点血，又有个土龙。我这波跟他往就是大招用来打伤害的话，肯定能把他换掉，但是我也会死，但是我又不想死。哎呦，好像 A 完他能走的，看那个血量，不行，烫不死。我们开大他回了点血，坏了这波。 这波死的有点太蠢，没下决心呢。我想走，我不想死。刷过的野怪就不刷了。哦，好伤啊！这波他的大剑会比我快，因为他是直接还买了个守望者铠甲，有理解。大剑不出，出这种装备，因为他这种理解就是。 他不缺伤害，你知道吧？你直接出这个，就我出海妖打他会很慢，现在打他有点瓜了。积少成多吧。不必有任何借口。这 A 一下30滴血左右。不过我的 Q 是魔法伤害。 他这个下感觉就挡了100多了，至少。100血。多 Q 消耗吧，这样真的。 再被我 Q 到，这波他就死。不是每波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哦。你在等技能吗？啊！给我看亚麻呆住了。谢谢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差点钱呢，好兄弟？ 他想偷我，你知道吧？没有来不及打到，3、2、1，走！Q 怎么变长？就穿冰，它这个有穿透效果。这个类似于，反正它这个 Q 就是能穿过小兵，就比如说你 Q 这个小兵，也能 Q 到后面的那个目标，你知道吧？它有穿透效果的。 类似于左一的 E， 冰女啊，和冰女的差不多。E 我。我的妈呀！ 不走，拼反应力了。他的想法是闪现 W， 来嘛！一个平10。双 buff 很关键啊，螳螂。 没有好兄弟的双 buff， 这波我还真打不过他，太关键了，螳螂，真是我的超人！我靠，凡人的土地上，照耀着光明，啊！ 再一个。 这个还要杀手，为什么要挂点燃呢？这波不挂点燃伤害不够的，必须得挂点燃。啊，塔皮没了，可惜。感觉胆子大一点，塔皮也能吃。说实话，胆小就得挨饿。其实可以吃完再走的。对，这能吃的。 胆小就会挨饿呀啊，胆大才有饭吃啊！我拿起了母亲的剑，还有她的决心。无敌者烈火焚身。 学习。飞速我要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龙王下路直接放出了他的天爆，我操，能行吗？ 霞搁那R闪，还给你R闪起来了，怎么还没死啊哥？这波野区有点危险，野区有个螳螂，但是我有大招，什么螳螂啊？我看是喜之郎果冻，操红梅了，走去大野区逛一逛。 来，来出来！怎么躺了？你敢抓我的？我就到这个针眼这个地方。我就到这个针眼这个地方，跳过来！ 移速不够，那就等死吧你！谁敢惹我啊？直接给你融化，狠狠的融化啊！就像融化巧克力一样给你融化。知不知道十字怎么写？啊？哪蹦出来的？我操！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住手啊！还猜送死流是吧？我先补个刀去。制止之人葬身于。 兵线离我有点远，现在就6个翅膀了吧？这是4个翅膀还是6个翅膀？我的现身不可动摇。很烦。哎呦，给他闪现跑了！我杀完他我就凯旋了。杀了两个，但是死了，还是亏了呀！一波回家出不了一个大剑，这玩什么？我这么肥的天使就应该回家就加一个大剑的。哎呀，这个大剑算大剑吗？那也算，那出个这个吧。 少了很多血，蓝盾多加400滴血。那出那么多护甲其实没有用的，那天使是个混伤英雄啊，那全还是魔法伤害，这出那个其实没啥用的。 羊刀全是魔法伤害，这护甲伤害都就是一半一半吧。来个毒攻呗，来不了吗？被他拉魂都随便打，你的罪孰轻了？我打他很快的，只要我羊刀叠出来，3秒钟差不多他就死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还是魔法伤害，他妈都没有物理伤害，哪有物理伤害？直接融化。得了，回家六神装。哦，没有六神装，4件。买个吸血，买个药，就不低了。我愿净化了你。 只要活得够久，一切谎言都会化作尘土。这彩蛋怎么办？这看不了彩蛋，这2人16级、12级，什么时候能看到彩蛋？等他们16级，我都要20级了。打吧。 看不了彩蛋了哦，大伙，真看不了一点。十只狗，你真该死呀！真该死呀！他好像毕竟是个狮子狗也是动物嘛，那好像突然可以理解了啊。 他都是个狗了，那跟他计较什么呢？